嗨，我今天又回到宜兰吃烤鸭了。没错，我现在在蓝城精英，然后又要再来一次体验樱桃鸭午吃。然后这一次呢，跟比较多朋友一起来，所以我们会点樱桃鸭以外的其他料理。那我们就来看看蓝城精英的其他的美食是不是也跟樱桃鸭一样好吃吧。那我们就吃饭咯。
是延吉生活，我们下次见。